福厦高铁的最大一个特点是快。这个桥呢，采用的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型双快式无砟轨道，在我国高铁建设大跨度斜拉桥中是首次使用，这可以做到避免到达飞溅，平顺性、稳定性比较好，车辆通过呢就无需减速。正是技术革新，才让旅客们坐上高铁去看海的美好心愿变成了现实，也让中国的桥梁建造技术迈上了新的台阶。